哇！鸡蛋仔好了，这是阿 U 最喜欢的鸡蛋仔。哟吼！阿妹也爱。好了，旁边一点。阿妹也爱吃。哎、欸，很脆。怎么这样子？8。好。就下来。而且你咬一半，看它里面，它为什么？大家可以看它里面，你看。有点像马吉的感觉。看，我这个也有哦。超 Q 的。阿妹。而且它一定要很热很热吃才好吃。它热热吃才好吃。嗯。哎，对了。今天乐华夜市蛮多人的。还有吗？嗯。我推啦，你看。这个是在那个。商店街门口，对，乐华商圈的那个商店街门口，就前面那个乐华商圈，对。但是这里面现在就是卖一些衣服啊什么交托这样子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吃哎。还要不要？哎，你还要吃什么？章鱼丸子。哎，我要去后面那一间。哦，你要后面那一间比较好吃。我喜欢吃后面那一间。好，那哎，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偏在前面吃东西，对。那我们带大家到后面去吃吃看看。然后这一家真的超级推的，因为这家好吃又便宜。那我把它收好，等一下阿美慢慢吃。哦，对，没有，它就是要热热吃才好吃啊。那小朋友啊，我们最爱的就是这个蜂蜜味道，它就是它的面糊。我刚才稍微看一下，它就是面糊里面有加蜂蜜，很香。哦对对 对, 对，它就是混在一起的啦。那它还有巧克力面糊的，那就是黑的。对，它还有巧克力加巧克力豆哎、欸。你现在是在想我？是想吸引我吗？嗯。好啊，那我们带大家到后面去吃别的，还要吃，抢食。拿好哦，不要什么掉下来哦。阿美还有啦，聊太多了。这个很可爱啊，哪一个？草莓。没有啊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在这边，在旁边，在这边。在这边，现在这边。看好，对。鸭皮。啊，这里有鸭皮耶。你要吃什么？两串吗？这串是你的吗？米雪糕。米雪糕。这是你的吗？它是米雪糕几？多少？一片啊，一片十块。你要几个？一个。一个十元啊，然后给 plus 三片。到哪？好啊。给 plus 三片。哪一个？先，对啊。对啊。脖子你也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买了。妈妈又看到人少，她又来排队了。对。哦，泰式凉拌木瓜丝。对。微辣，谢谢。哎，帮我找一下五块，谢谢。找五块。对。
买超多东西的，我又买了东山鸭头，又买了那个叫什么鸡蛋仔，然后呢又买了凉拌木瓜。我是要买晚餐还是买宵夜啊？宵夜哦，那个因为我刚刚看那个东山鸭头，那是新开的，所以想要试吃味道。然后呢，一回头看到那个官家的那个凉拌木瓜，没人排，没人排，再冲去，好险，因为是倒数第二份。哦，哎，我问你，真的运气很好，因为他这样算一算之后，其实他后第你的李白，你后面的后面还有一个人排。他也排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后来呢，那个老板就跟他说，卖完了这样子，所以就没了。对啊，因为我看没什么人，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已经没有了，我等一下先冲去。他老板又没讲话，那就是应该还有。他都不讲话的，他直到后面才会讲说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走这走这这比较好走。那晚上要去万客福买那个。买，因为我们在家那个什么，在保养有看到嘛，那个除油烟机的那个滤网，我要来找一下。卖200多块，我们来这边比价看看。279。对对对，279。我进去看看，他就帮我推开。我用脚就可以推。对，然后呢，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对，你在这边，你在这边顾着哈。可以啊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从中间这样子、欸，哎，它其实就是油烟这样上去嘛，它吸得到。那我们要多一点的话，多放一个，就这样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就、哦、很好哎、欸，这样子就不怕有蚊子了。对，它还是活动的啦。哦，所以那我觉得如果两个的话，我们不要放这一面哦。如果说还是我们放全部两个都这样子塞住，那你确定它会过滤哈？不会用到我们整个家里都闷住都是烟。这样子就够紧了哦，这样子都是烟，但是我们家的这个抽油烟机好像本身就抽力不是很强哦。那这个，这个就下次要再买一组哦。好、啊，先试试看而已嘛。如果是 OK 的话，其实这样子可以，但就是看它吸风力强不强而已哦。对，那不过这样子很好，蚊子又进不来哦。然后，但是油烟如果出不去的话是 OK 的这样子。嗯，对，好，先试试看。好了，反正一个才99块，一组99块，一组几片？几片？六片，一组六片。其实可以用很久哎。如果说我们就是它多久要换一次？我们如果用两层的话，基本上就是。看看黑吧，脏了就那个。Oh. 你看它这里有写啊，防止蚊虫飞入室内。Oh, 真的，那太好了。对啊，而且还降低马达的声音，来看一下。啊、oh. ，那你就是这样吸住啊？因为它笑死我，它风很强啊。哎，这一次，但是我一关的时候，就没有掉哦。欸很好，那就这样子吧。欸、那连99块都省了。好啦，总比那个比保雅的279一模一样的好。对啊。好。好。咻咻。我先拿胶带粘起来。好好好。